喂，喂，Hello，那个，不不不，那个今天是你生日对不对？应该是对的吧？没有乱搞吧？好，那虽然我已经帮你留过言了，不过还是祝你生日快乐哦。不会，那你喉咙有没有好一点呢、啊？我有看到。哈哈哈，要好好保养喉咙哦。好，那其实就这样而已啦。好，那好好休息啊。那拜拜，拜拜。好短。那其实想要讲讲，对他讲，自己早就讲一下生日快乐。还有。其实你应该也听过很多遍了吧？就是谢谢你愿意加入我们那个魔力优格，然后你是个很乖而且也很听话的孩子，就人家能把你加进，人家到你这个孩子，我们也很高兴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继续努力。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。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好，那早子祝你生日快乐哦！希望你可以看到这部影片，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看到的啦。我会把它弄好，放在 YouTube 上，让大家。好，那谢谢你早子跟我们也这样子陪伴了一年吧，2年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生日快乐哦。希望我们可以，一起。迈向未来，好，那就先这样咯，生日快乐，拜拜。